时尚网红茉莉日前受邀到首尔参加品牌活动，之后也开心分享当天花絮。她发文写下 Jenny 和 CK 的合作活动很精彩， Jenny 本人看起来更加迷人。茉莉透露当天跟 Jenny 在同个包厢同个区域，而且距离她大概不到1公尺，不过很可惜没能留下合照，只能远远晒出一张后面有 Jenny 经过的自拍。茉莉搞笑的说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再是我爱你你不爱我，是 Jenny 就在我面前却还是很遥远。他也透露这是第一次看到 Jenny 本人，真的很精致很甜美，并附上一段总经理帮 Jenny 粉拍的近距离影片，让大家可以看得够。另外茉莉也曝光了和黑暗荣耀的车英珠跟金建宇合照，并说既然没跟 Jenny 合照，我直接加入黑暗荣耀剧组啊，直接成为坏蛋五人帮其中一员，怎么好像真的很适合，差点要口出西班牙。看茉莉自然的搭着金建宇的肩膀，这个毫无违和感的画面，感觉待会就可以一起去做些什么坏事了。